星期五的时刻，我录制了一个梦啊。做了一个梦，在日本呢，把那个准备要过户那个土地啊，过户土地的时候，有好多那个本子啊，一个个要换的，然后呢，我就过去以后呢。我想先换一部分，登记的时候先换一部分，然后呢，再换一部分，然后我到了那边以后，两个男的，年纪轻轻的，叫我带我去看土地的时候，哪知道到了那边把火埋，泥盖在里边把火埋了，然后我就连忙就跑。从那个坑里就跑掉一个，找到日本那边那个熟人，这两个把活埋的好像是中国人，找到日本人以后，他疑惑的看着我，他说你过户为什么要分两步走啊？哎呦，我说只能两步走，我把所有的文件拿出来一个，到时候被地方给杀掉了，到时候我只能到了政府部门先拿给他们看一下，先。办一部分，然后再办一部分。后来我就到了那边以后，对方是电脑上登记的，看到我那么多以后，他说这那你全部拿过来吧。对我说，我说你先看我登记一部分以后，我再把后面一部分再登记掉。万一我填的时候填错了呢？填错我的所有的都错了。我先登记出来一部分，你认为是对的，登记出来一部分以后，然后我继续登记。这对方呢，官员听了以后，那行了，就开始登记了。做梦梦见是这样。哦，天上飞碟在转呢。飞碟在转呢。飞碟如果转得很厉害的话，可以转出很多的那个沙子来，沙子然后再把它填平了，再把它卷起来，把它填平了。所以可以把那个，有坑的地方都可以把它填平了啊，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将来就可以连成一片了啊，连成一片，可以作为外星人的基地啊，作为外星人的基地，他告诉我啊，实际上今天这个是星期五做的梦，应该来说我星期六去了嘛，应该这个之前如果我临牌过的话，我就更知道这个事情了啊，原来外星人在告诉我那个地方。可以把它，全部搞平了以后，作为一个整体，作为一个整体，来处理啊，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